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。一个年轻人啊，那么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嘴唇下面这个地方啊，下巴这附近啊，有一个这样鼓起来的一个东西啊来到诊间啊，那大家会想这是什么东西啊，这是不是长一个什么青春痘，或者是粉瘤啊，或者是肿瘤这样的一个状况啊。不过这个病人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反复发生已经有好几次，而且啊，有时候它就是慢慢鼓起来以后，它会破掉，破掉以后有脓跑出来，脓跑出来以后，这个伤口似乎就好，可是啊，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啊，反复发生，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啊？这跟我们的年龄啊，过程中会发生的对我们器官的一个影响蛮大的，这个器官呢、相关，这个待会我们跟大家解答，这个到底问题的缘由是什么？不过我们先把时光啊，回到年轻的时候啊。很年轻的时候，这个小朋友的一个岁月，大家看小朋友的岁月无忧无虑啊，大家真的是很好啊，不过很难啊，不可能永远无忧无虑啊，人总是要长大，不可能停止在那个阶段，因为你唯有长大，你才能够让底下或者是人生的一个圆整完整度啊，他才有办法完成。但是在成长学习的过程中啊，我们也发现蛮有趣的一些事情是什么？他的玩具啊。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小朋友的一个玩具啊，这是这么小的一个阶段的时候，这个玩具啊蛮具象的，蛮实在的。你看这上面还有英文字母啊，然后小马车在这个地方啊，他在这个地方玩啊，然后老师啊，妈妈们呢、就会教导他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知识啊，所以这是蛮实在的玩具啊。不过这个有时候啊，也要教，也要小心啊。听说啊，在美国啊，有老师这样被告啊，幼稚园的老师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告诉他这个认识这个英文字母啊，譬如说 O， 他这代表什么意思啊？是代表的 O 是譬如说orange 这个橘子这个 O 的意思啊，就回去。这个小朋友跟这个妈妈一讲，妈妈就回去很生气啊，就到幼稚园里老师里面来兴师问罪啊，说你怎么可以让我的小孩子啊，现在看到这个 O 就马上联想到的只是英文字母的 O 啊，他应该现在可以海阔天空，他可以联想到水母啊，可以联想到这个啤酒肚啊，各方面都可以联想，你为什么限制我小孩的联想力啊？所以在美国当老师啊，可能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一件事情。好，这个是很小的时候他玩具比较实像化，在长大一点的时候想象空间就多一点了。这个灯笼代表的是什么？一个愿望，一个光明，或者是一个同侪之间互相协助的这个东西啊，就有点比较实在。所以人呢、又有点比较虚幻的意思啊，总是需要成长过程中需要很多想象的空间，这是非常重要。你一早就给他灌输很多固定的思想，这反倒是不好的。所以你看看，再长大一点，这个小朋友啊，看起来还是那样清纯啊，可是啊。他也有很多想象空间啊，虽然是实体，但是实体加想象空间在一起啊，这让人家也是觉得这个人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生物。大家可以看到他的玩具变成这样子啊，虽然是实体，但是也有很多想象空间。大家想，这是地球吗？这不是，这是星球的这样的一个仪器啊。这是16、17世纪的时候，我们对我们所处在的这个地球有多一点认识，不只对我们的地球有一些认识以外，对这个太阳系也有些认识，所以这是太阳系的一个造型啊，那时候玩具啊。所以有时候做爸爸妈妈的想想看，要选什么样的玩具还蛮真的伤脑筋的这个状况。不过年纪大一点了，大概就没有必要这么复杂。这就是同样的一位画家，他画的年龄大的一对这个老夫老妻的这个状况。这位画家叫马比斯啊，是一位荷兰16世纪的画家。请大家注意一下，这个男生这个女生啊，一对老夫老妻，您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情形？这个男生看起来眼神比较还是那么样的一个坚定啊，这个一手握着好像这个是拐杖的
这个权杖的意思啊，一手握着这个皮毛的这样的衣领啊，好像还要想抓住什么，女生啊就啊算了啊，看空一点啊，基本上就不用再去追求一些什么东西啊，看淡一些啊，但是这个还蛮憔悴的那个状况啊，这个大概是我们从这幅画里面看到两个对比啊，这个其实你有没有观察力强一点，哪一个人身体状况比较好？女生啊，皱纹比较少，但是这个很难讲，这是光影的关系啊。女生身体状况比较好，答案在哪里？她没牙齿，你有没有看得到？她上唇这个地方凹下去，扁下去啊，没有牙齿啊。所以你看，一幅画中，她可以不要只告诉，不是只告诉我们，她是要抓住一些东西啊。但是岁月啊，有时候是蛮残酷的。连吃东西都困难，你要抓住这些东西有意义吗？尤其在古代，这个牙齿要保留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啊。你可以看得到各式各样的画作里面都描绘着这个拔牙，这已经是蛮不错的这个情形啊。基本上从不同的位置啊，但是这个痛苦啊，你看他手抓住的这个状况也这个刻画的惟妙惟肖啊。另外你看看像这样子啊，这个黑白变彩色，要一样啊，要把这个拔牙的状况也是很多的画家来琢磨的地方。他在这个地方拔牙，你看骷髅头在这个地方啊，是生命中的一个脆弱啊，我们可想而知啊。看拔牙用老虎钳啊，以前的老虎钳呢、还真的蛮好用的，你一般的家事可以用一般的农务可以用以外，还拔牙，你看还这么大，不管你哪个位置啊，可是这个要塞到后面臼齿啊，恐怕有些困难。所以啊，这个不是只是现代这样的一个状况啊，不是只是靠近现代画作里面是这个状况，更早以前石雕的一个作品里面，哇，这更恐怖啊！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啊？要拔杀鸡焉用牛刀啊？拔牙用到这么大的一个器械啊，建筑宫殿用的器械、就是有点夸张啊。不过我们知道人类的历史啊，事实上是在改变中，包括拔牙这个东西啊也完全改变。以前就是反正痛了你就拔之啊，欲除之而后快啊，才不会继续痛苦啊。可是现在呢，完全不一样的观念，就是说牙齿啊，即使是真的没有办法保留了，能保留当然尽量保留，即使真的没办法保留，也要想办法恢复它的原状。所以现在有所谓的植牙，植牙这个科技啊，也造福了人类非常非常大。为什么？因为牙能不能咬啊，这跟人类身体健康的状况有密切的关联。吃东西那种感觉、咀嚼、味道，这都是人存在啊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刺激啊。他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看天天吃的那都是搅拌成像那个浆糊状的东西啊，就很难有那样的一个生活的积极面会产生出来。于是他就先把这样的一个东西啊，这个是锁在我们底下的这个骨头这个地方啊，这个我们上颚或者是下颚骨头里面啊，这牙根的原来的位置就给它放住，这样的一个东西啊，先把它固定住。所以这是一个套附件式的，一方面先把它塞进去固定这样的一个东西，所以它局部有这么样复杂的各种不同的，这可以，但是可以固定，都是可以相似的地方，就是有这样的螺纹啊，所以可以锁在那样的空间里面固定住以后，再把这样的一个东西啊，可以给它套上去以后，再把假牙可以弄上去的时候，你外观上各方面都可以看出来它跟正常是一样的状况，当然它的功能也会趋近于正常可以咬东西的这个情形。所以跟以前的假牙再跟以前的拔牙，事实上都是不能以道理计。好，我们再回过头来刚刚提到的这个病人，这问题点在哪里啊？这问题点是牙齿啊，它不是皮肤的问题啊，这是牙齿的问题啊。这是在想牙齿怎么跑成这样子，是有时候啊牙齿痛久以后它会不痛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神经啊会受伤啊。所以这是一颗它的蛀牙在这里，但是它的牙根一开始的时候蛀牙这个地方会痛，但是后来破坏到它的牙髓的一个神经也破坏掉以后，这个不会痛。但是如果这个地方的一个发炎还持续的时候，牙根继续往底下的一个状况的时候，它就会这个牙根往底下，它就会跟我们的皮肤是非常靠近的，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，发炎就会持续在这个地方发生。所以这个问题，这个病人要怎么样？不是局部这个地方开刀跟他解决，而是请他到牙科把这个牙根的根管这个地方做好好的治疗。所以
我们看到这个能够保留的牙齿要尽量保留啊，能够打开的结啊就尽量不要剪断吧。那你们收看，我们再会。